敬畏他，应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想，当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，但是今天你如果愿意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与神相遇，好不好？我们请起立，我们请起立。然后呢，请一样麻烦后面的弟兄姐妹往前面坐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请你向五个弟兄姐妹，最好是不认识的哈，因为在当中有看到不认识的弟兄姐妹。今天早上，你要告诉他，你是有福的，你已经得胜了。我们一起来说一次，来，你是有福的，你已经得胜了。好，那么当你走出去的时候，请你跟五位朋友、弟兄姐妹来说这句话哈，将这样子的一个福气能够传递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，好不好？
教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得着主这智慧的心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耳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来看见主的创造与能力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你的力量来喂养我们，主耶稣圣灵教导我们，你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主。谢谢。